炸物夹怎样才能有酥酥脆，到底是用面粉还是用淀粉，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。今天用我这个方法，放凉了也不会软。剁好的肉馅放葱姜，打入一个我刚刚下的蛋，加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生抽，再来一勺淀粉，搅拌均匀，肉馅就调好了。再把莲藕切成厚一点的薄片，取一点肉放在莲藕中间，压成藕饼。准备小酥用专用粉，这个粉调的糊才是酥脆的关键。加适量的水，调成种拉丝的酸奶状，再加点食用油，搅拌均匀，炸出来更加蓬松。将莲藕裹上面糊，用油温下锅炸。我每天都在用小火做菜，学会了能否给小红心鼓励一下，非常感谢。一定要用小火炸，炸着金黄酥脆，是不是很简单呀？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。